从这张新专辑到这次新的演唱会，都是而立之后全新的韦礼安，可以说是融合过去我累积的一切，沉淀后精炼出现在全新的面貌，所以在熟悉当中可能会透露着某种成熟跟历练吧。I wrote a song for you.